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呢，这个金正恩的车队就来到了这个Sentosa Gateway， 就是正要离开正式的离开圣淘沙岛的。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金正恩的专车。Hello， 那如果刚刚才打开这个直播的观众，那我们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呢，我们这里看到的是金正恩的车队已经是驾驶离开了圣淘沙岛，从早上九点到现在已经是5个小时了。那这个美朝峰会就是完成了之后啊，金正恩就离开了圣淘沙，而美国的总统特朗普还是留在圣淘沙的加佩勒酒店，待会儿呢在下午4点他会召开记者会。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的这个媒体和民众都站在这里拍摄金正恩离开的这一幕。那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呢，这个早上9点到现在5个小时哦，这个美朝峰会总算是顺利的完成了。那刚刚呢，这个大家还不知道他们所签署的这个协议的内容是什么，不过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这一次的这个会面是的这个成果是比所有人所预期的来得更好的。那他也说这个协议相信是跟这个朝鲜去核化有关，他将会在待会儿呢就向大家公布这个他们所签署的这个协议的内容。那我们的记者也会在这个记者会的现场第一现场为大家带来最及时的报道，请大家继续关注跟我们就是整个华文媒体集团就是新闻中心的整个团队所带来的第一手的消息。谢谢大家的收看。